大家好，首先多谢大家的收看。经过几个月的辛苦经营，我们的频道有少少成绩。如果你有观看一段时间还未 subscribe，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可以订阅到我们的频道。在个画面的上方有个 search， 你可以用上楼得这个字来搜寻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搜第一个画面通常会见到我的存在。你可以在右边红色的个 subscribe， 按一按它，记住要按右边这个钟仔，是 ALL， 个深灰色钟仔的左右两方都会有一个动感的形态，好似响紧咁样。之后你唔会错过我每一个嘅最新影片。多谢大家。如果你按入埋我嘅 Property Go by 上楼得里面，你会见到有最新嘅上载影片喺上面第一栏。而第二栏啲新嘅 playlist， 新盘有啲咩新嘅演变同埋进化。有阵时有啲特定嘅主题，譬如好似呢一个嘅关于移民啦。我都想知道大家有兴趣嘅地方，譬如哪些话题关于楼的，不论一手楼二手楼都可以，可以在留言讲低，等我日后创作会多些灵感。日后的影片内容就是今天你的提议。多谢大家。